明天有亲戚过来，任何难吃草莓给他们吃的，你要敢动一下你就完了。妈，草莓那么难吃，我才不吃呢。行，我先去抄水表。南极的草莓就是甜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要死都忘带。竟然没偷吃。妈，你水表这么快就抄完了？没事，忘带钥匙了。包怎么回来了？不信我一个人行。不对，我出门前草莓标签朝外的，而刚才还朝内的。我的南极草莓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不就是草莓而已吗？我帮你去超市买，是吧？好嘞。我就知道我妈没那么容易相信我，还会再回来检查。我妈体重62公斤，根据力学原理，我妈肯定能撞飞草莓。这么简单的招式还想玩我？就配合你玩玩。我没猜错的话，草莓肯定被掉包了。西红柿，果然。鱼头，咏春芋头，咏春是吧？妈给你做烤肉鲍鱼吃。好的，妈妈。妈妈，这什么我都爱吃。哎，我的鲍鱼呢？怎么没了？妈，既然鲍鱼没有了，我下午买北京牛排吃吧。也行，去吧。好嘞。哼，我才不吃鲍鱼。我们家新进的北京牛排超好吃，我马上就让我妈帮我买。谁信你？哼，等着瞧啊。不对，我记得明明昨晚还有一袋，芋头刚刚偷进厨房，难道？去给你吃。那人手上拿的是不是鲍鱼？怎么是香菇？你干嘛抢我的香菇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喂，抱着我怎么下电梯了？找到。拿去给你吃。大春，帮我把这个鲍鱼换成北京牛排，好吧。妈，北京牛排来师傅，你先打开看看牛排新不新鲜。怎么是这个？小把戏。说，芋头拿我的鲍鱼干嘛？我不说，我他抢了北京牛排。喂，贝尔，芋头等一下去换牛排，把我的粉色拖鞋放进去。行，没问题。妈，其实鲍鱼也挺好吃的，其实拖鞋也挺好吃的。重连夜空运过来的非洲鲍鱼就是好吃。王祖母，今天给芋头颁发荣誉。我们家芋头怎么了？芋头啊，每天在楼下捡垃圾，保护小区的环境。这都是我的义务啦。我们家芋头终于懂事了，想要什么妈给你买。妈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奖励啦，不过我的鞋确实旧了。买，谢谢妈。不对，管理员前脚一进门，芋头后脚就跟上了。难道？免你两年租，说是不是跟芋头串通好了？啊，两年租，我再去串通行不行？跟你走，强子。大中华，这是免几年？立刻给我调出芋头这座小区的监控，免两年。没问题。找到了，包总哥。看来确实不是串通的。管理员每天下午都会经过我捡垃圾的地方，只要我坚持捡一个地方让他看到，他肯定会给我发奖的。不对，从监控上看，芋头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捡垃圾。强子，马上给我查出那个管理员每天的行程。查到了，管理员每天下午5点都会经过芋头捡垃圾的地方。好，你再查一下芋头每天下午几点捡垃圾。查到了，每天下午2点。什么？日期早被我篡改。
看来确实是我想多了。你在抖音上面随便挑，这里的鞋保真选择又多，视觉还有很多穿搭教程。哇、嗯啊！又被人动手脚，这段时间下午5点。什么？果然是作秀。别逃！妈，其实我是想买送你的，你信吗？我只穿我的反正。别送啦，保时捷都几辆了还送？妈，算了，那我出去玩。不准去，叫小陪妈看快点演唱会。好的呢，我的母上大人。啊！别疼，别疼，别疼，好黑呀、啊，我好怕啊！别疼，别疼，终于来电了，别疼，别疼。人呢？芋头，敢溜跑，让我抓到你就完了。芋头一起狂欢，快点吧！耶！奇怪，芋头常去的地方都不在，难道是小狐狸山？在家还是不安全，我妈应该会回来的。听你的，走。等一下，还有最后一件事啊！倒计时啊！5、4、3、2、1。谁害我的一？谁？妈妈。喂，把我重要事情放到包租婆那上。谁找到芋头，免租10年。喂，包租婆，找到芋头了。妈，元旦快乐吗？那就送你新年第一托。